主料：面粉300克，柿子100克，菠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。背景：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面粉加入清水和面，然后将面团擀成薄薄的片，再撕成块。柿子洗干净，葱姜切段，点火放入豆油，再放入葱段、姜段，柿子切成块，放入锅中炒软，加入水，放入面片，煮5分钟，开锅，放入一些蔬菜，加入盐。背景：关火。烹饪技巧：面片一定要擀得薄薄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U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